We continue with our special series, The Game Makers, which profiles people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or who are simply passionate about ice and snow sports. Our latest episode introduces Guo Hong, who's serving as a weather forecaster in the Zhangjiakou division during the games. 气象条件是冬奥会举行项目能够成功举办的关键因素。比赛场地的风速、温度对运动员的成绩和安全都会产生影响。如何把气象预报做到最精准，是每一位气象预报员需要不断探索的。 我叫郭宏，是2022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象服务团队成员。我们的主要任务的话，就是提供比赛场馆的精准的天气预报。冬奥组委也向我们提出一个百米级、分钟级的一个目标，预报的空间分辨率进化到百米级别，时间分辨率进化到分钟级别。这个呢，是过往任何一届冬奥会都没有达到过的一个目标。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呢，就是通往这个2022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公路。 现在在走的方向的话，其实同理整个县城的一个东南角的一个方向上，它的这个海拔高度是整个同理境内是最高的。这次北京冬奥会呢是首次在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举办，冬季的话是较为干冷，那么气温要更低一些，风力呢也要更大一些。东风转为偏西风。13年之前，我们的这个冬奥赛区是没有任何一个观测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基本上都是一片的空白。如何 真正做到百米级、分钟级的一个精准预报。走，咱们去看看那个云顶6号站。好，走吧。现在赛道上没有雪，这些要素变化还是不太一样。肯定的，你雪层和黑土层截然不同的下界面。是。6号站的温度比1、2号站都低。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建设自动观测站来收集赛区的气象数据。 冬奥会之前，我们主要从事大尺度的城镇天气预报。在张家口，用于收集城镇气象数据的自动站有14个，点位之间的距离平均在70公里。但是对于冬奥会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小尺度的预报，点位之间的差距精确到百米级的这个单位，100米、200米，预报精度精确到每一个赛道上、每个赛点上。那么赛区对于自动站的数量要求就会更多。然后整个张家口赛区呢，已经建成了42个核心站点。 基本上呢，达到了百米级的一个布局。自动观测站的密度呢，也是历届冬奥会之最。哎，耀哲，现在咱们云顶6号站的话，是否检修完毕了？基本检修完毕。那咱们那个核对员气象数据，由于一些特殊的要求，不可能在每条赛道我们需要的每个点位上都进行自动站的布设。我们就需要我们的这个预报员，用一些手持仪器，用一些人工观测来弥补这种观测站网密度不够的这么一个不足。 我们需要这个沿着赛道开展这种每个50米的观测，了解赛区的地形特征，它哪个坡是阴坡啊，哪个坡是阳坡，这个谷是怎么样走向的，强降雪的时候降水、降态是否是真的有雨转雪了，雪花是有多大，雪下多久我们都看多久。针对我们发现的一些可能对比赛产生影响的高风险点，进行一些科学公关。 分钟级的话，就是针对这种赛时时段，可以做到分钟级的更新这个预报。自动站将收集的实况观测数据输入到后台，通过建立好的模式快速同化计算，从而做到分钟级的更新预报。相比城镇预报主体1000两次的更新频率，作为冬奥会的天气预报，最精细化的更新频率可以达到10分钟。数据的积累、数据的处理、数据的分析，然后再到建模。 最终成功的实现了我们这个百米级、分钟级的这么一个预报的模式。像我们今年2月份雪北京器械测试活动中，对于我们气象冬奥预报服务工作的一次检验，跳台滑雪比赛中，比赛的后期会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这种风力的情况，那么运动员受伤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我们也不断的更新我们的预报产品，然后通过的话与竞赛团队和城管运行团队一个沟通。 把我们原定于2轮进行的比赛改为1轮进行，保障了比赛的顺利举行。在这种复杂的气象条件下，能够把每一场比赛的气象服务都做到最精准，让我们的每一项比赛都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顺利的完成。对于这个气象人来讲，我们的这种成就感非常非常大的。